好，港独现在勾住被勾住气柄了，我一看你就塞好勾住气柄了。好，然后你挣扎，他会转这样，你看见，拍拍他，不要动，那你看他要紧张的事情，嘿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然后你就剪刀拿出来，嗯，拿出来让他看，然后港独点头，点头点头，你就真的去剪，剪开，拍拍拍他，他已经脱离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港独是。你就做这个要假装要按气的动作，好、嗯哦，假不要真的按哦，假装要按气的动作，然后你就去，哎，阻止他，阻止他，对，阻止他，阻止他，好、哦，再牵住他的手，慢慢的往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，原本的面筋精髓是在这一趴，面筋精髓会在这一趴，我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啊？就再深的我就不做排面筋排水，哎，因为我排水没有做得很好，我怕再很深。我会抢到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没有再接，我再想办法接，好不好？就是比如说，如果你在有石头的底比较安全的话，你写21号，我们只在岸边就做完，特写这样，好 ，OK 吗？哦，好不好？就先这样做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下水了 ，OK 吗？各位教练 ，OK 吗？导演，那你还需要我做浪的话，还需要我就是演一个假装他进水正在排水的动作？你还是做那个动作，你还是假装做，但是不要真的让他进。哎，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好，好。好不好？好。然后，如果说那个，那如果都一切说顺利，那个排水动作可以在一米深的地方，你再做，其实也是可以。我贴紧一点。好。哎，如果你安全的状态，在这边其实今天也可以解决。好，OK，好，谢谢。